第五题，甲食宿，乙弃水，丙蒸馏水，丁肥皂水，将上述四种溶液的 pH 值由大而小排列，下列何者 pH 值最大？ pH 值如果越大就越呈碱性， pH 如果越小就越呈酸性。我们的甲食宿呈现的是酸性，我们的乙弃水呈现的也是酸性，丙蒸馏水呈现的是中性，而丁的肥皂水呢呈现的是碱性，所以这里最呈碱性的是我们的丁肥皂水，所以它的 pH 值最大。第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 pH 值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。